喂，亲爱的，我今天临时出差，你的生日我可能……那我跟我爸一起过喽。对了，他还不知道你呢，刚好你们俩碰不上。你爸也会来。各自单身这么久，太寂寞了，过生日都只能自己给自己准备惊喜。我来提醒一下啊，这两天啊，小区可能会来电路检修。哦，您就是房东吧？我孩子一直说啊，房东人特别好，太感谢了。没有没有，等会儿一起来吃个饭吧。我孩子今天生日，人多啊，热闹。好啊，我待会儿啊，就跟我老公一起来上门。哎，你就是租房子那个年轻人嘛？我老公说他有事儿来不了了。对，您请进。这么快就来了？哎，你们？我待会儿啊，就跟我老公一起来上门。啊，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过来呀、啊！你看我家娃那个时候这么小一点，一眨眼呐就长大成人了。这可真是你大十八变啊。对，十八变。哎，你和你老公是怎么在一起的？他呀以前就很有魅力，别的女孩只要被他看了三秒马上就会爱上他，要不是当年我是村头的一枝花，我还真拿不下他呢。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。快快快快准备，生日快 乐！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房东和他的。谢谢你，我爱你。你干什么？他可是有妇之夫。爸，叔叔我，兔崽子，告诉你啊！